还有就是 Barrio 这个攀升啊，我觉得如果以目前三局的表现来看，我里面一上路最好的叫什么？叫奥恩。大招也给了奥恩，这要一秒杀呀！大招也变血，这被秒了。伊芙琳也倒了，寡妇也被打一波了。反身一个大招打出去，但其他是被扛掉了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有没有？你竟然有地主了！杀鬼皇这就有了，杀自杀五杀吗？哇，真的是挺神兵天将，阿斌这个喷打 kill 带领着宋金将比分扳平了。